都收复台湾，彰显两岸同属一个国家的历史事实。可以说，郑成功最大的历史贡献是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今日我们缅怀他的英雄事迹，为今日推动完成国家的完全统一、反对分裂、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正当性、合法性，提供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宣誓。郑成功是反侵略、坚持民族大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的精神是确保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伟大的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是反对殖民主义、扩张侵略和干涉活动的正义精神。郑成功精神在今天的反独促统运动中能有重大的启示意义。